艺人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勒索的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吓死人，认吓。理由是太气，怎么样？但他被我臭骂一顿，没有成功。就是有一次你讲，你讲，就是小心。我开车其实是在巷子里面，很小的巷子，我能多快嘛？嗯。然后那时候急着好像是要去他家拿东西，我还记得。我送他回去，我要啊东西没带，我再回他家拿东西。我在那小巷子，一台车刮出来，我就蹦，我就撞到后面。就是后车厢后轮那边的，啊！我看我前面那个慢吧，前面漆都掉了，还好，它凹一点 ，OK。我说，哎，我急，我说这样好不好？我驾照给你，去修，多少钱来找我？好不好？就这样啊，好，电话给我，你闪啊，过两天打给我。哎，涂先生，那个我车去修了，我说好，你去修，你去修。哦，可是我修了大概8000，我说你说什么？8000修什么？我掉漆，你修8000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不管你来再说，他就来。我说你为什么修8000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车啊，这个车身歪了，车身歪了 ，OK 了，随便你们讲。我说好，我说今天你有这个胆子跟我拿，你就不怕得报应的话，我就把钱给你。2000小费10000，没有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。因为这时候我还在拍戏嘛，我拍戏，他就来嘛，我就把钱给他 ，OK 好。走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的火就来了，什么事？哦，我这两天我这个你要赔我一些精神什么什么什么交通费什么烂的。然后他说，你看我上班，都坐自行车去啊，所以就是发出一个很大的怒吼，谁叫你坐自行车上班？有公车。他又说，我说。谁的？把它砸了！我在录影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助理去对人请假，对不起。然后就很气啊，然后我最后跟他讲，我说这样，8000块你要是不要，不要还我，我也不会赔你半毛，因为身份证我已经拿了，你爱要不要，他就。还在那边念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爷爷里面最可恶，你看什么？牙膏，这俩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就叫副导演，叫副导演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就再陪他一次情况，那就赶快叫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